第一种，对方以左拳击我面部，我运用八卦穿掌手法绕到对方身后，以右劈掌砍削对方后背或颈项。第二种，对方以左拳击我，我以单操手中的炮拳迎面进击。第三种，对方以右手击我，我在躲闪中以右手搂住对方左肩，以右膝磕碰对方小腹。第四种，对方以右手击我，我以左手挡住对方右手，然后以双削掌连削带靠击打对方身体。第五种，对方抱好肩架准备向我进攻，我主动进击，并用连环劈掌控制对方，然后以半步崩拳击打对方身体。下面向大家介绍大成拳综合练习法。大成拳综合练习是把大成拳站桩、势力、步法、发力、势声等功法糅合在一起进行练习，其要领是精神舒展、气势贯通、形随意转、意力合一、无拘无束、随心所欲。以上介绍了大成拳技击功法，不当之处请海内外同仁指正。最后预祝各位功成业就，前途无量。下面请看王选杰老师的示范。Yeah.